我要炸了，但是你应该、没事，没问题，老安全了。耶，两边都爆了，是什么？这个威和的反击好吃。威和的这个反击好吃，节奏感。等一下，抽不起来。等一下，你这个投胎的可以再久一点，没关系。等一下。没事，一冲哎，你屁眼，他这个超快的，他这根本是你的吧？超级，我作弊啦！哼，无情反击，不是这么强悍的。等一下，啊完了！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对不起，喝个水，让我喝个水。对不起，喝水。死我了啊！你不要再顶了，不要。我没有水了。看他真的是要我死、欸，他真的是要我死。不是，走开了。可以超。揍他！要让我上去？无情反击！等一下！我没粉了，我真的没粉了。没事，我快跑！我快跑！哎呦！我要换回我最习惯的姿势。能。你再喝我就再扁，我靠！不是啊，这角龙是躁郁症。完蛋，我没水了，我跟你讲东西。可以抓了，白痴，你给我回来！抓起来！你给我等来哦！哇，我只剩地洞。没事，我等下抓。我们先捡东西。他跑了。对，他跑，我们先捡东西。捡起来！好的呢，你好的呢，阿公你好的呢，冷静点，阿公。阿公再见。阿公拜。他的蓝头怎么又不见了？他睡觉了。因为他在睡觉。好，有了，有蓝到了。你倒是过来啊！哦，天！是。我说他刚刚那个真的是很浮夸，我刚刚只是说个无情反击，他真的是一路中啊，中到底耶！讨债公司，我后面有个亮亮的东西，我没捡到。哇，亏了！
話聞かせてくださいね。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。クエストリストを開きますね。要知道打啥嘞？恩威的泡芙会不会很夸张啊？恩威的泡芙？对啊。嗯。让我想一下，好像差不多哎，都一样好动。都一样好动是不是？那我现在就是火龙泡芙跟将军蟹或吃火龙，将军蟹吃火龙是一组的，然后再就是泡芙跟火龙，选要这三个选一个，哪一个比较好？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变？将军蟹吧，虽然那有两只，但是将军蟹非常好扁。OK， 那就是将军蟹。他那个嘿手伸出来了，然后在我在空中，我想说应该不会被打到，然后我被打到了。哎呀！哎，出事！哎，我也要出事了啊！再见，师姐，再见。哎呀！哦哇！你的协调好刺激啊！你的协调一下满，然后一下残，喝水，大家喝水。然后我在边跑过去的路上，我边喝水哈。大哥，你不要激动，大哥，让我喝一下，拜托，大哥，你不要过来。大哥，我带错武器了，对不起。啊！喂，你拿弓哎、欸，第一次看你玩弓。对。想说试试看，结果没事啦。武器都要练啊，武器不练，那个动作就不流畅了。没错，哎呦，大哥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这样了？不行啊，那是肯定就是那样。我嘴一直滚哎、欸，天啊！我来了。路途好遥远，路途扁你两下，